杀猪，借你裁纸刀一用。嗯，您稍等。咱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喊我少主啊？怪生分的。哦，那真哥哥。要不还是喊名字吧，名字好。你这信是？郝家姐姐写给我的，多谢。不客气。可咱们已经闭府了，这信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是跟往常一样啊，通过倒垃圾的人送进来的。郝家姐姐说，二少主害咱们闭了府，她很抱歉。上次她来了咱们家的开府宴，回去之后被罚跪了整整一夜，最近的日子才好过了些。所以你是特意来拆信的？郝家姐姐与我交好，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但她也是二少主府上的人，咱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应该跟你知会一声。你能与我分享这些，我很开心。那我先走了，不要太辛苦哦，尹正。